是的，学长，你忘记了吗？我们有我们的梦想。你拍照，我写稿，我们一起环游世界，我们是天生的一对，很多人觉得我们很适合，不是吗？我们在一起什么都可以做，我们可以结婚，我们可以生小孩，我们可以环游世界，因为我们有规划，我们有未来，所以全世界人要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在一起。可是那一个，也许你哪里都不想去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即使不结婚，你想赖在他身边的人，即使没有规划，没有未来，全世界人都阻止你，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，那个人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